正魔大战，以青云大获全胜，魔教全面溃败而告终。 抓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放开！你说，服不服？不服！
我不服！怎么了？放手，把手放开，放开！金鱼，你没事吧？金鱼，小小年纪，力气怎么这么重啊？他好像不是咱们村的人。你的手好像受伤了。别和陌生人说话，快走，咱们快走。张大哥，早啊！早。早啊！小凡，对不起，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人。好像受伤了吧？哎呀，咱们别管他了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呢？咱们回家吧。嗯。小凡出来吃饭了，小凡，出来吃饭了。哎，爹，喝酒。嗯，小凡乖。看，咱们小凡长大了，都知道孝顺爹了。小凡呐，这两天有没有听娘的话呀？有啊。哎，你脖子怎么红了？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？没有，我和静宇闹着玩呢。又出去淘气了吧？听娘的话，在外面玩的时候啊，可要多加小心啊。嗯，来，赶紧吃饭啊！我给你买上。来，小凡吃菜。哎，静宇。如此险恶之徒，静宇，别吵了，他中毒了，需要疗伤。嗯，静宇。
靖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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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阁下武功高强，可是用这么大的力量去对付一个无知的小孩子，未免也太失身份了吧。你无路可逃了，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，速速给我交出来，我就饶了这两个孩子的性命，否则这个村里都是凡人。靖宇，哎，大叔，他没事，他的毒我已经帮他解了，你放心吧，嗯，不会有事的。靖宇，靖宇，靖宇，记住了，一会儿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。嗯，好。靖宇，你没事吧？靖宇。天下剧毒，请问阁下与炼血堂有何关系？先受偷袭，再中剧毒，还有这身手，天音阁普之果然名不虚传。过奖了，阁下就是奔我的嗜血珠而来，何必故意隐藏身份，来吧。Thank you.
想不到果然被他说中了，仍要吃这30必死丸。你们送到青云山，才能救你们的性命。若是传给他们天音功法，再把人送入青云，说不定毕生的夙愿就能够达成了。这孩子资质极好，但是戒备心太强，怕将来会受到师长的瞩目，藏不住这秘密。不妥，这孩子。大叔，静云，静云，放心吧，他没事。孩子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因为我看你受伤了，我给你拿了药。坏人被你打跑了吗？坏人已经被打跑了。谢谢你，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跟着我学本事啊？我想，可是我爹不让我打架。不是打架，是抑恶扬善，行侠仗义。好。今晚之事，你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。学到的本领，不到生死关头，千万不能施展。否则会有大祸，你懂了吗？小凡知道了。你没事吧？要不我给你找大夫。孩子，看来我们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呢。你我有师徒之缘，不知道将来。这样吧，你起来给我磕三个头，叫我一声师父。师父。
爹，娘，你们，爹，娘，爹，爹，娘，爹，娘。清玉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生者祭矣，死者归矣，节哀顺变吧。跟我来，几位师尊想要见见你们。青云门是当今天下第一的修仙大派，寻常人是进不来的。掌门愿意见你们，也是你们的缘分。走。萧大哥，这里是？这里就是通天峰的入口，跟我走吧。这里呢，就是虹桥，桥底下是万丈深渊。哎，小心，掉下去可是会没命的。
拜见灵尊。灵尊，他们乃是几位师尊特意召见的。灵尊是千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异兽，名叫水麒麟。当年他跟随青叶祖师一起光大青云，降妖除魔，如今则是青云的镇山灵兽，我们尽称他为灵尊。走吧。参见师父，各位师叔。鬼啊！鬼啊！二叔，二叔，鬼啊！是小凡啊！二叔，二叔，二叔，你怎么了，二叔？鬼啊！二叔，你怎么了？二叔，我是小凡呀。二叔，我是小凡。干嘛？二叔，你看着我。二叔，都是鬼啊！二叔，二叔，我是小凡。二叔，村里人都怎么了？二叔，二叔，我是小凡。村里人怎么都死了？你快说呀，怎么回事啊？鬼啊！二叔，二叔，哥们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小凡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是鬼啊！二叔，鬼啊！二叔，鬼啊！你快说村子里怎么了？太可怕了！二叔，二叔，你说话！二叔，村子里是怎么回事？人是谁杀的？都是鬼啊！二叔，你回答我，你说呀！二叔，你不认识我？将这位老者扶下去。我是小凡啊，二叔。二叔，你说话呀！二叔，二叔，真人，我两年幼无知，突然遭此大变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您老人家是神仙，神通广大，能知过去将来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真是可怜的孩子，我不能知道过去，但是你们长久居住在青云山下，我们青云不会置之不理。你们是怎样逃过这场劫难的？昨晚我吃完饭后就上了床，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在草庙村外和小凡一起。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小凡，你说。
我只记得有一个黑影飞进鲸羽家，然后灯一灭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一定是魔教。这几年来，鬼王蠢蠢欲动，想要一统魔教。而且除了他以外，还会有谁这么丧心病狂呢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看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查清楚的。依我之见，还是从长计议，慢慢查明白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这两个孩子该如何安顿。我看眼下倒不如先把他们二人收在我们门下。此言不错，只可惜我已经不收徒弟了。你过来。苍松师兄，你那么着急的想要收徒弟，难道是看中他们的资质了？最好是不要让两个孩子同属一门，否则常常一起往事，只能是徒添悲苦。嗯，言之有理。哎，李星宇啊，不如师兄你就，我看这小子跟我命中有缘，不如就让他拜在我的门下吧。你朝阳峰门下200多个弟子，难不成个个命中都与你有缘啊？我大竹峰只有6名弟子，再说这人是我带过来的，怎么挑也该我先挑吧。天师弟，我看这件事情和人多人少没什么关系吧。现在良才难求，我们的后辈弟子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成大器的？我看不如这样，按照每座弟子人下的实力来选，怎么样？我看还是让林惊羽拜在苍松师弟门下吧。对，好。可是这位张小凡，师父，小凡他……田师弟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这人是你带过来的，我看不如就让他拜在你的门下。哎，好，各位师弟，那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。林金宇，跟我走吧。
肚子饿不饿？小凡，要不要先洗个澡？小凡，大师兄、三师兄，咱们来打个赌，小凡是想先睡觉还是想先洗澡？都可以下注啊！停停停停停，还有没有同情心了？不要欺负他行吗？我们没欺负他呀。来，咱们先认人，我是你师姐田灵儿。宋大人吴大义、郑大礼、何大志、吕大信、杜必书师兄，叫师兄好。师兄好。宋大人，大人师兄好。吴大力师兄，吴大义。前面几个师兄呢，分别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六师兄的名字啊，最好记了。逢赌必输，叫他必输师兄就行了。你看你这个小丫头。师傅，师傅，爹，娘。仁义礼信书。你们几个在做什么？我们在和新来的师弟说话呢。新来的师弟？嗯。哎呀，灵儿啊，我怎么没有看见新来的师弟啊？哎，快点，师傅。哦，拜见师傅。好，看来我家灵儿真的是长大了，可以收徒弟做师傅了是吧？你们师傅还在气头上，先不管他。大人，安排个房间，让小凡先住下。是，师娘。走吧，快走。其他的留下，考教功课。啊！偏偏让他去啊！大师兄真是运气好。来，我们大珠峰不比其他六脉，几百年来弟子最少。师父呢，也是心急，希望我们成才。你别难过啊。这边，就是这里了。来，这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，起码房子宽敞，一人一间。哎，郑师兄，我叫宋大人。来，进吧，都收拾过了。山居清苦，你年纪小，可能会觉得孤单，以后很多事情得靠你自己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告诉我和其他师兄啊。谢谢大师兄。哎，大师兄，师父是不是不想说我？昨日怎么